我在大街上，我突然我搭的那么高，突然倒了，垮，我哭了。家长应该做的不是指责，是支持。就那么，哎呀，看着宝宝那么认真的搭，搭了一个小时才搭出来的大楼，哎呀，真可惜啊。然后那个指责就是，你那么小的小事就哭，你还到底还是个男子汉，长大了，长大了什么事儿也干不了，这就叫指责。绿色的口是支持，而红色的口是不支持。而是指责，你们要往哪条道路走？你希望妈妈选择哪个？上面写着不标志呢，请你选择一个口。选绿色的吧。以后妈妈注意好不好？嗯。